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绿宝石迷艾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艾阳历险记第111集。沿着地图转了几圈，还是没有在这附近发现沙漠的痕迹。这沙漠神殿不知道要去哪里找，之前到过的那个沙漠我也记不起来怎么走了。小月，我们还先到前面的陆地上看看吧。那边有灯光，看来是个村子，先过去看看。对了，我记得村庄里的制图师那儿好像就能换到寻找神殿的地图。哦，对哦，我差点都忘记了还有这个办法。那我们快找找这个村庄里有没有制图师。哎，这村口两匹马还挺帅的呀。偷偷的拿几块土豆，应该没人会发现吧？嘿嘿。这些村民聚拢在一起干嘛呢？每次路过村庄都能看到村民的聚会，不过看样子一个制图师也没有。嘿，阿阳，制图师在这儿呢！来了来了！制图师在哪儿呢？门口站着的那个不就是吗？你自己去看看。暂时只能用纸换绿宝石，不过不停地和他交易的话，就能够刷新新的物品。先把这纸换成绿宝石。哎，可以用指南针交易了，先把身上的指南针给换了。还好我带了红石，再做几个指南针换。再用绿宝石换空白地图。终于有地图了，海洋探险家地图。哦，这是找海洋神殿的林地探险家地图，这是林地府邸的，那就先去林地府邸吧。不过我这绿宝石，哎呀，不够换地图了。那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，我们先把制图师关起来，别让他乱跑，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物资去找到这里的村民换绿宝石，反正差的不是很多。哦，有道理，我们甚至可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。哈哈，小燕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嘿嘿，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。这皮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，这个农民嘛，先把这些小麦给换了。乡亲们，这次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东西我就先借用了呀，以后我们苟富贵勿相忘。够了够了，该把制图师给放出来，让他和我交易了。还需要一个指南针。哎哎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把他拦住啊，别让他再溜了。哎，狗子，你咬他干嘛？我就拍了一下他肩膀，他不是敌人。哎，阿阳，快把狗拦住！哎，咋回事啊？哎，狗狗，快停下，他是我们的朋友。啊，阿阳，你赶紧和他换地图吧。OK， 终于可以不用到处乱碰运气了。这个小屋应该就是林地府邸了，看起来有点远，不过朝这个方向走的话，应该就可以找到了。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